果到时候就是拿到学位之后带一个小孩回来，你会傻眼吗？也没关系啊，那刚好送给我啊。你也太开明了吧！我甚至跟他说，如果你在国外有喜欢的对象，那你以后 也可以，你要嫁到国外也可以，妈妈都没意见。我觉得他幸福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身边？听完上面的片段，是不是很想喊张秀清一声妈？阿姆哥这位阿木是出了名的爱开玩笑，女儿伶俐，听了别生气哦。小时候差点把他丢掉了，我也变人了，失败呀！哎，他小时候真的很丑哎，就生出来的时候整个这样，然后爸边阿明，然后还好他 一打哈欠的时候，打哈欠然后有酒窝，我说、啊、好险有酒窝。我一定要努力的赚钱，然后他要多帮他筹备嫁妆，因为长得不好看。这男生吧，哎，这个酒窝也很深邃。哎呦，是谁呀、啊？这我女儿啊。好像小时候好像男生哦。对。好，那现在赶快跟我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是。小时候长这样哦，仔细一看，小时候长这样，也很可爱啦。你说他丑。秀清女儿女大十八变不说，她也遗传了妈妈的音乐天赋，目前就读伯克利音乐学院，一学期可能就包括生活费啊巴拉巴拉的，就可能要300多万，一年可能要600-700。她去那边很节俭，她有一次跟我说，妈妈我想要喝珍珠奶茶，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说啊你就去喝啊，你每天喝啊，你想喝喜欢吃什么就吃、可是很贵，我说多贵、一杯大概要台币300多块，我说好，那你就一个礼拜喝一杯、他说不用，我一个月喝一杯就好了。他要念4年嘛，然后呢他发现我很努力，就是我要他要出国以前啊，我一直在很努力去工作，什么都接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发现说，妈妈你好辛苦哦，要不我念2年就好了。我说蛤，你说什么2年？你要把它念完啊？说，可是我们学校的开支很贵，哎，开销很大，那我怕你会太辛苦，我念2年就好了。不然怎么说？我说不行，你4年毕业之后，你顶着啊，我就是 Berkeley 的、学生毕业，我是在 Berkeley 毕业的，你到哪里你都饿不死，对不对？妈妈给你钓竿，那你。钓鱼你要靠你自己这样，他说好啦，那我就听话这样子。而且他很努力想要赶快毕业，因为他们可以修学分。对对对。然后他说他可以提早毕业。真的哦？啊，你有欠吗？有啊有啊。啊，你是不是欠很多的？烧掉你的血汗钱，那对啊。那你有痛吗？还是说你觉得为女儿？不会啊，我甘之如饴，好不好？我想天下父母心吧。就自己再怎么辛苦啊，只要小孩未来有成就，不一定要有多大的成就，就是至少他可以养活自己，我为他所有的付出我就觉得很值得。秀清干妈这么辛苦，不给他打打歌说得过去吗？我是我是辣妹来驾到，风动不停惊动半高，阿哥哥的舞步穿甲挡袂牢，阮是超级网红美丽妖娇，今嘛阮的技术3级跳，女王就是我的名号，咱的坚强女性已经要出头 ，Local Queen 的传奇就是这款节奏。